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，你绝对是我手下败将。你啊！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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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什么？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。完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游戏。你们在 Steam 上面买游戏的时候，他是不是都会说跟你曾经购买过的某个游戏很像？这里面他说跟什么游戏很像吗？他说跟《刺客教条：奥德赛》很像。OK。OK。我要打开游戏了，我要打开了，我要打开了。完蛋，我被美女包围了。这个游戏名称。What the fuck？ 这他妈的，这看起来实在是太奇怪了。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内容吗？不会。OK。不会，好，确定好，那我要播出来了。OK，Anyway，我要让你看它的开头动画。这个开头动画真的是太诡异了，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开头动画。就是如果重打开的话，就是如果有的话，你们一定。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啊？这个啊，我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啊？OK， 我现在说这是观众叫我玩的，这就像母胎单身一样。昨晚折俩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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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去，好带感啊！头好疼，熬夜伤身体，把茶喝了。哇哦，你他妈倒是喝啊！哎，好烫啊！哈！我去！我靠！想起来了，这真的可以玩吗？这是真的可以玩的吗 ？What the hell！啊！警察可以抓人吗？彻底帮他解决问题，脱下外套递给他，怎么可能脱下外套递给他？太恶心了吧！小声提醒一下吧，一啦，小声提醒一下啦，怎么可能是二啊？太恶心了吧！绝对不可能，一定完蛋，一定是三，彻底帮他解决问题，杀小去打后面的人，是不是？看他血才好笑，但这是可以重来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，好好好。所以这个你们会选三，彻底帮他解决问题。可三 ，OK， 三。别着急啊，来了。哎，你干嘛？裙子坏了，我帮你彻底解决问题。不用。I can， 就跟你说一哦。好好，二先二先二。您好，您那个裙子，哦，给你，没事，用不着。看吧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到点下班。脑子可以得选一吧 ？What the？ 一吧。您好，那个你裙子。哦，这样就好啦。到点下班。这样没有加 ，No way！ Holy fuck！ No way！ 感谢莅临鉴赏，感谢感谢。主播不懂啊，不是你不会对不认识的这样子做。很难的，前面两百多个人排队。你不会对一个不认识的做这种事情好吗？是吧？你下班没？下班了。我一个人很饿，我不想一个人去吃饭。好，要不我们去附近的酒吧吃点。No， 我没钱。No fucking way！ 你别墨迹，我请你，走吧。我刚看了一家还堵着呢。No， 再喝一杯。现实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。没做任何事，他
我的，没有人没事会做这个姿势的。我快要尬到不行了，我快看不下去了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好啊。昨晚咱俩是不是？昨晚没有，咱俩肯定没有。一要选一，我一定选二。然后先看一，先看一。应该是的，放心啊，我会负责的。这就完了？那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一会儿我老公就过来了，你说他会怎么着？你老公？那一切都是误会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呦，瞧把你给吓的，我逗你呢。啊！咱俩昨晚什么事都没有。家？是没事，我也得走了啊，再见。这不你家吗？啊？再回头解其他的，哈哈哈！玩，不是这干，这根本就不是我要选的选项，这都是你们要选的选项啊！怎么回事？我应该要选我想选的选项吧？好，我选没有，这点肯定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醒来的时候我穿着裤子呢，从生理上来讲更不可能。昨晚喝了那么多，那你怎么解释我衣服被脱了？那反正不是我吧？哎，也没有叫你这么渣、啊。算了，不走了。这不是你家吗？不是啊。啊？你们俩睡醒了？也没有叫你这么渣、啊。你不顺眼，原来是师姐家呀。顾言，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啊！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你谁啊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顾毅。你不会真的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吧？你谁呀、啊？当然记得，我是你雇的小石膏。当然记得，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送你的那幅画。什么？什么第一次？男人真是没一个靠谱。我的妈！男人的嘴骗人的嘴，故意。要么要一个别的呀，非得往墙角上坐。你呀、啊。我分数的。你好，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啊？哇，小鹿！啊，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啊？昨晚那么混蛋的事都干得出来，你都忘了？肯定不是在画展上认识的。昨晚咱俩那什么了？别再问我记不记得了。别再问我记不记得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气就是成功。人一人坏人全被撞死。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昨晚您喝多了，您让他帮您找手机，可是他因为工作多就没有帮您。哎呀，您啊，多多见谅，我已经狠狠批评过他了，并且扣他工资了。你把他电话给我吧，我给他道歉。啊？哦，好好。哇，这个要电话的技巧。对方拒收你的消息啊。跟你说个正事，你现在也没什么钱了，你这整租不了了，两条路，要么合租，要么跟我住。哦，哇哦，你选吧。好呀，那我跟你住呗。好兄弟，一辈子，走。其他床都不能睡，就这一张床。啊啊！就这一张床，咱俩怎么睡啊？你是分十段睡，还是咱俩一块睡，我都行。哦，哇哦！给老六一脚，给老六一拳，给他一脚。你逗我呢你？我就这条件。我，哎，服了。
我有几个合租的客户，都是漂亮的妹子啊，而且房租绝对便宜啊。心动纸，走啊，做这个你不比从前了，别挑三拣四的，赶紧的，还得给你租房呢。就算我再穷，我也不坐你这破车的。你快点。哎哎，这个可是哇，你这个你要是项目中的话，那真就没了。这小电动还挺刺激。哦哇，手搭上去了，来进来。你呀，现在这点钱只够合租的，这个房子是我找到目前最好的了。来，你进来，来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我先去给客户回个电话，你先看着啊。哎呀，打完了，怎么样？看呢？不错吧？还行吧。不过这合租吧。你先来看看你房间，来。是你。真 ，Cat， 我的办公室呢？那正好了，以后合租方便了。啊？可是我租房的时候说过不跟异性合租的。是吗？嗯。我先看看合同啊，没事。这上也没写你说你不跟异性合租啊。但当时租房公司答应了。哎呀，不看合约啊？那个，口头协议一般都不作数的。还敢不看合约啊？这合同上没。老六，咱们再找找其他房子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环境也好，价格也合适，咱不亏力，咱凭啥不租啊？哎，别叨叨了，人家女孩不想跟异性合租，能理解。姑爷，当绅士不是这个时候当的啊。你得看看你的处境。哎，别说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等等啊，合同上没写清楚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哎，你看，人家这女孩在哪里啊？老，这是我一般人都会让她走吧。那谢谢啊。哎，签合同吧，行不行？你说他这画的是什么呀？你们懂什么呀？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种画也能卖钱？你这画就是浪费颜料，扣钱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这是名画红黄蓝的构成，我给改造了一下。你少和我解释，再解释走人。我老板，这幅画我要了。云丝，我真的是，哦，我好尬啊！我怎么这么尬、啊？其实你这幅画真挺好的，特别有想法。你要不要考虑换工作？啊，我找了十几份工作才找到这个，应该不好换。云思，谢谢你啊，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。其实你也不用谢我。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。这个剧情完全衔接不上，我只能说我真的是满脸问号。喂，喂，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出差回来，路过的时候看见你了，我现在过去找你啊。哎，别，怎么给挂了？哦，肖路，怎么永远都是你？你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哎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云思介绍我来的，带培训班，学生多的话钱还不少呢。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？对啊。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。是啊，招生才给奖金呢。我可以做你的学生，不过我得先考考你，先给我画一幅画像。桂哥，你答应他吧，有奖金呢。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。该不会又要转圈那个了吧？画吧。那我给你们三个人都画。卡通风格、抽象风格、写实风格，感觉绝对不是写实风格啊！写实风格
绝对是画不出来的，卡通风格啦，卡通感觉比较简单一点。顾一哥画的真可爱，我怎么觉得画的都是同一个人呢？减四十。我去开门。顾毅，今天晚上大餐都有什么？要什么有什么。要什么有什么？房租有吗？房东啊，您怎么来了？交房租啊。你让我还两天行吗？不行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搬出去。我真没钱呀。没钱？没钱吃大餐？要不我给你收拾行李。别，那我住哪儿啊？去我那吧。我们家我那儿每天都有聚会，人也多，多你一个也不多，去我那儿吧。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，主要离你上班。这到底是啥想？我那儿还有个画室，你可以画画。哇哦！可以不走吗？先帮我付钱。啊，小路人真是太好了。我是不搬了吧，怪麻烦的。小路，房租我下个月给你。嗯，我帮他付。你帮他付？前几天交房租的时候不说没钱了吗？我还够，赶快吧。哎，难怪会晕啊。我有点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当当，嗯，今天中午没做完的饭我又做了一下。主播喜欢这种类型的吗？没有，是没有分数了，只剩他有分数了。其他人都被扣光了。谢谢你啊，小鹿，你帮我付完房租你也没钱了。没事儿，等你有钱了还我就是了。吃蛋糕。还吃蛋糕啊？你中午没吃够啊？嗯，其实今天是我生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哇靠，太好猜了吧。你怎么不怎么可以这么好猜啊？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。没事儿，你能一起过已经很好了。完了，渣男警报。怎么了？来，把眼睛闭上。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你就闭上，跟我来。哦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哎，你跟我来就是了。你哪来的钱呢？不是，你到底哪来的钱？哇，好漂亮啊！钱呢？我做的。你做的？来，你画那种画，然后可以做出这种东西。这样许愿肯定灵验。你他妈的画成那个样子，你跟我说你可以做出这个东西，我是不信啊。顾一哥，我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呢，够我们吃好一阵了。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吧？划算嘛，省好多钱呢。顾一哥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两个人一起做饭吃饭。哦，那以后咱们就一起做饭。顾一哥，来，给你尝一下饼干。啊？谁啊？我去开门。我去吧。顾一，你逃不掉的。啊？沈慧星？嗯，看到我开心吗？谁？有没有想我？沈慧星啊，咱们认识少说也有20年了，我欠你家那点钱。你至于追着我要？好呀，那你现在就把我的钱给我。我拿不出来还这么大口气。你觉得我是赖账的人吗？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还信不过我呀？你说来这个城市是为了不连累其他人，挣钱还债，你挣到钱了吗？我正在挣钱的路上啊。我那不是还没挣到呢吗？你别说那么多，现在你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。
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贴身助理，24小时必须随叫随到。我的命令就是圣旨，懂了吗？啊？懂了没？懂什么呀？我一摇铃铛，你必须马上出现。不是沈慧欣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狗？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哎呀，别胡闹！我明天还得上班呢，怎么当你助理？那就辞了好了。辞了？对了，这个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们俩还因为抢金鱼打过架呢，记得吗？哥哥哥哥，我要玩。不给你玩。给我玩会嘛。不给。不要欺负妹妹，快道歉。What the fuck 的画面傻笑了。你到底记得不记得？记得。记得，我就推了你一把，还被我爸揍了一顿。我当时是假哭，不过看你挨揍还能不哭，还是挺厉害的。哦哇！这个送给你。This 算是对你的补偿。啊，沈慧星。啊，你可以不要动我吗？真巧，巧遇了。你少装，你就是跟踪我跟到这儿来的。跟踪？我为什么要跟踪你？沈慧星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今天说好了放假，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我立马给你撕毁合同。你别威胁我，不管怎样，你欠的钱还是要还的。顾一哥，别生气了，别这么跟债主说话啊。好，消气消气消气。行，那听你的。凭什么听他的？他不让你生气你就不生气。你想被我笑？什么事那么着急啊？你能不能上点心啊？当然是拯救你的事儿啊。哦，那怎么救啊？方案就是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。假扮女友？哈。嗯，沈慧欣明显就是喜欢你，让我假扮女朋友，让他知难而退。脑、这是不行。这药肯定好使，能行的。嗯，总觉得。你觉得什么？我做你女朋友，让你觉得丢人了？太好笑了！你上赶着当人家女朋友，你这人什么素质啊？偷听人说话？你是说我没素质？对，我就说你没素质。他也比你强多了。我跟顾一哥是有协议的，协议里说了，他不能骗人。你现在怂恿他来骗我，你就是违反了协议。你违反协议就是等于违反、我现在就可以报警。他这人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他是不是一直都这样？一直这样。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跟顾一哥求情也没用。哼，这顾家家的游戏你们玩吧，我走了。顾一哥，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有法律依据的，我厉害吧？你真觉得自己厉害啊？不然呢？顾一哥，不行，我给你换个手表，劳力士怎么样？顾一哥，你又推我！一直没开张，我们店都要黄摊了，我烦。你烦？好解决啊！小时候你最喜欢玩一个游戏，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？哎，不玩。来嘛，你先听我说，就是俩人手掌对手掌，互相推，谁腿动了就算谁输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玩嘛。No， 来来来，玩就玩。来嘛，不要玩，我不要玩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，你一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能不能专心点啊？来，我可不让着你。顾毅，你都没使劲儿。What the no！ 啊，好像又好，好像又还行啊。云思，大家我想用力推看看，我想用力推推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，你绝对是我手下败将。能不能专心点？来，我可不让着你。
啊 ！No！ No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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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诉你，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，你绝对是我手下败将。能不能专心点？啊，亲亲，这会是怎样？我绝对不让着你。啊！我要喷醒了，来生气了。今天这是要整哪出啊？这是。顾一哥，我爸他。啊，你爸怎么了？我爸他来接我了。顾一哥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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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你。我喜欢你。哇哦！我从小就喜欢你。可是我喜欢你。我偷跑出来，假装问你要债。就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。你一定要等我。对不起。因为我跟你爸闹成这样值得吗？但是我不喜欢佩佩嘎。我知道。但是我知道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日子。那你是过得不太开心哎。顾一哥，我不想离开你。你也是过得不太开心哎，之前。喂，爸，我马上回去，我就是来告个别。顾一哥，我要走了，不过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你等我回来。你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你一定等我回来。你不要急着回来，你慢慢来就好了。你慢慢来就好了，这肯定是慢慢来，不要急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服务员，试用期一周，你什么时候能上岗？马上就行。他要出国了。我不会让儿子跟你的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他要出国了，也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哎，这婚离了可以再结，这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再说了，你说咱俩这都多少年了，我对你多好，谁还能像我这么对你这么好，对吧？你再看哪个孩子没有爸爸，那没有爸爸，他过得好吗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快坐。啊？脑？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麻烦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啊？男朋友？你这随便弄一个就说是你男朋友，你这骗谁呢？因为我把我们的事情跟他说了，他不放心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武艺。我们俩都还没分手呢，你就着急找下家了。什么？我饿了，我想吃披萨。你们走吧。选择离婚，真天赋！这位大哥，要不咱俩先走吧。你干嘛呀？武艺，本来以为我会输给一个女人，没有想到是这种情况。你厉害啊！有话你直接说。不是，我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没必要为难一个女人吧？哎，再跳，神座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今儿还有事儿，回来我再收拾你。神座。哦，哇 ，Kick what the fuck？ 那太好了，我喜欢盒子。嗨，进来吧。打扰了。浩浩，小叔叔好。浩浩，这个叔叔是保护了妈妈的人，去打个招呼。你好啊，那你先坐一会儿啊。看什么呢？上桌吧，尝尝我的拿手菜，可乐鸡翅。哦，哇哦，这个鸡翅看起来好像还真的会好吃。好。好什么？好看。
笑起来更好看，以后你多笑笑。妈妈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捉迷藏，我捉，你们藏。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啊。对啊，那是三色豆吗？好啊。来，右边那是三色豆吗 ？OK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我回家了。要不我藏阳台吧？不行，那些地方他都找得到。藏这儿。动画看太多了，是不是，小姐？你快来啊！这个动画看太多了，小姐。藏好了吗？我要去找了。还没有，你多数一会儿啊。你刚才说让我多笑笑，是不是因为平时我总臭着你？对。我这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有时候也不得不对他严厉一点。黑脸白脸都是我一个人唱。嘘，别说话。别动。如果浩浩一直找不到我们，那我们就一直不出去嘛。可是你说要陪他玩的，现在又反悔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站着。哦，天是真是有高飞的。咱们俩能不能坐坐位置？怎么坐啊？我喜欢在下面。你喜欢？啊？那不动了啊。那我还是在上面吧。哈。今天老师来家里家访，我也忘了。顾爷，你在里面先躲一会儿啊。什么叫躲？我在里面先躲一会儿。来了。老师好。浩浩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屋里坐吧。好。最近浩浩怎么样啊？那我长话短说了，你们家孩子呢，跟同学打闹，给班里纪律扣了分，这个您知道吗？浩浩这样也不是一两次了。你们家又是单亲，你这个当妈的要多上点心才是啊。这老师怎么说？我靠，直接教训。老师是吧？你好，我是孩子的父亲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也可以接在一起？这个，浩浩，你为什么要跟同学打闹啊？他说我没有爸爸。老师，你也听见了，这件事不能怪浩浩啊。你作为老师，是不是应该把事情的原委先弄清楚啊，而不是一味的责怪孩子？是是是，抱歉，这件事情确实我没有清楚。太快了，铺陈转折。我会跟孩子说的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就不耽误您去下一家家访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你接受的太快了吧？你刚不是还在嘴炮吗？长话短说，这也太短了吧？浩浩，不要怕啊，男子汉大丈夫。不管遇到什么事呢，要坚强。有不明白的呢，就问你妈妈或者问我，知道了吗？谢谢你，给了浩浩一个男子汉的榜样。突然从衣柜出来的人跟你说假。以后有事儿你就叫我。你刚才说是孩子父亲，你这让我怎么跟他解释？话赶话，你们这些人。啊！我不是随口说的，我是真的愿意多陪陪他。你不会嫌小孩麻烦吗？不会啊，浩浩这孩子多可爱啊！谢谢你。哇，担心可已经这一趴应该是不用担心啊。哎呀，这么会儿你都说了多少个谢谢啊？你跟我不用谢。哎呦，我身上的伤又疼。哎，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等一下。我给你涂点滴答酒吧。哎呀，疼啊！打架都不怕，还怕疼啊？这一堆色狗啊，然后
怎么回事？这聊天是怎么回事？太色了吧！把你们要的选完就可以休息了吧？顾一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坐吧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疑惑，把你约在这儿见面呢，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我一会儿有一个家庭聚会。什么？你放心，我跟他们都已经介绍过你。什么？他们都很喜欢你，都想见你。这个聚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什么？哦哦。那么言归正传，那我对你进行一个小特训吧，关于家族之间礼仪的。如果你在接下来的问答中表现出色，我将给你一个超级大的惊喜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见到人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打招呼。那么我来考考你，妈妈的姐姐叫大姨，妈妈的妹妹叫小姨，妈妈的各种姐妹都可以叫做各种姨。那么妈妈的表姐的堂姐该叫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说啥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应该叫大姨奶。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呀？你要是再答错，惊喜没了啊！对不起。他答错了。应该叫大姨母。天哪！啊，好，你真知道。Okay. 那看你这么自信，我可要放大招了。见到亲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打招呼。你一定要仔细的记清楚他们都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是大姑，这个是二姑，这个是三姑。这个哪个是大姑？左边这个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有时候都分不太清。这样也好，赶快答对所有的题，就可以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了。最后一题喽，接下来呢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糟粕的问题，来的都是老人家，回去就会比较繁琐。那个是主位，等一下来的长辈有舅公、祖姑母、姑姥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坐在主位呢？有个祖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明白，依我看啊，你也不要讲。他妈的，哪里简单啊？顾老爷，你干嘛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我查一下。让我看一下你说的对不对。太厉害了，顾毅，你竟然说对了，我都有一点崇拜你了。我要早起来了。其实这些陈旧的规矩我并不在意，反倒是你刚刚回答我问题的时候也没嫌我幼稚，而是一直努力的配合我，就挺感动的。爱情的尽头是被人惯着，你惯着我，我就把惊喜给你。是什么呀？吃完饭你就知道了。在惊喜之前呢，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情，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因为我有孩子而有所顾忌，毕竟我们在一起，有孩子在，肯定不会那么潇洒的。我想知道，在你内心里，是更想要跟忠贞，还是跟我？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这位男士，准备好来看你的惊喜了吗？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，可能碍于面子。也有可能是因为受过伤害，但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，我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，也对爱情燃起了新的希望。我知道我现在毫无矜持可言，但我想要你明白，明白我的内心有多么渴望我们的爱情。等一下啊，此时此刻顾毅，我毫无顾忌。顾毅，
你愿意娶我吗？哇哦！哇哦！这个还不足够的，他妈足够过头了吧？你给孩子老师发个信息，介绍一下自己，完美以后你去接孩子。嗯。顾一，我现在有点忙。你把超市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好不好？嗯。怎么感觉这么悲伤啊？明天去接孩子，去爸妈家，你帮着妈妈盯着师傅把空调修完，盯着孩子多吃点蔬菜，别老顺着爸妈给他吃一堆垃圾食品。行，知道了。怎么啦？不高兴啊？不要生气嘛，我刚刚又不是故意使唤你的。哈哈哈哈，你们这些人太夸张。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这个也太悲伤了吧。哎没事。老公，屋子好乱，怎么办？是的呢，怎么办啊？我在问你呢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你在问我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再说了，这大部分东西都是你的，你也不收拾一下。那这样吧，我做一个瑜伽动作，你要是能完全模仿，这些我全包了。好。怎么样？好。好。你的东西他妈的自己不收，要我帮你收？就这个？行，那我来也不行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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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胳膊抽筋了，太扯了吧！哎呦哎呦，我这腿也抽筋了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儿，我再试一下。行啊，我打扫还不行吗？我可不想当个寡妇。各位学起来，以后跟室友住的时候，以后你去大学宿舍，然后跟这个室友住的时候，他说打扫，你就说啊，我叫错几个。怎么了，亏亏？为什么一直在蹭我？你好可爱哦。好啦，各位，差不多啦。你想看最 cringe 的那个，可是我不想要再选他了，我没有办法，那个真的太 cringe。你可以自己买这个游戏，然后自己选这个游戏，也不贵，100多块而已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。我好痛好痛啊！我玩了这个游戏，我真的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玩这个游戏啊。我只能说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。玩了头好痛啊！